会的。是的，是的。阳光人嚟噶，阳光人嚟噶。
那种心态表示一种开脱，人非常好，耳不聋也不花，走起路来也是现在基本上比不用拐杖，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信仰高于一切啊。这个老先生呢，他对基督教非常了解，尽管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基督教非常了解。他对研究，他现在是咱们这个北京文史馆的文史馆方面，他主要是搞那个老北京的那个民俗文化的研究，他是个专家。嗯，先生，看着来吧，愿望。我现在最关键的是，是看看你，就是我们在北京这边可以组织这一类的艺术家呀，或者你提出一个这个题材，就是以环保为主题或者题。原来我们做了一个叫蓝色空间，这是以环保为主题的。蓝色空间，我这个你送过我一本啊，送过一本书吧。您去离的时候，你到李老师的家，对，李老师，2004年，你想想，没错。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看怎么样，做展览也行，做。咁啊，呢个人爱不只系人啊，全世界好多年生物都会有啊。咁呢两只嘢都系咁样，就好似呢个熊猫人爱啊，咁。1、2、3，再来一张，1、2、3。好，再来。Thank you。北京 YMCA 白雪美術研究會和香港春潮畫會聯展的開幕禮，現在開始大會的儀式。大家好，第五屆
界圣经爱北京 YMCA 白雪美术研究会和香港春潮花卉联展开幕，开幕仪式现在开始。现在恭请各位主礼嘉宾就座，有请中联办文礼处张慈副处长请就座。各位主礼嘉宾就座，中联办文艺处张驰副处长，请就座。沙田文化博物馆黄秀兰总馆长，请就座。沙田文化博物馆黄秀兰总馆长，请就座。香港艺术馆原总馆长邓海超先生，请就座。香港艺术馆 原总馆长邓海超先生，请就座。香港大公报副社长李大宏先生，请就座。香港大公报副社长李大宏先生，请就座。转型知识转移及顾问有限公司总裁杨佩云小姐，请就座。转型知识转移及顾问有限公司总裁杨佩云女士，请就座。澳门收藏家协会吴丽芬会长，请就座。澳门收藏家协会吴丽勋会长，请就座。香港春潮画会黎明会长，请就座。香港春潮画会黎明会长，请就座。现在有请，仲有系北京 YMCA 白雪美术研究会罗敏会长，请就座。北京 YMCA 白雪美术研究会罗敏会长，请就座。我哋仲有几位特别嘉宾嘅，就请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杨涛会长，请就座。杨涛。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杨涛会长，请就座。郑焕堂，郑焕堂馆长，请就座。香港公民协会林国华主席，请就座。香港公民协会林国华主席，请就座。国际摄影高仲奇先生，请就座。高仲奇先生。现在有请香港春潮画会黎明会长致欢迎词。现在请春潮花会黎明会长致欢迎词。各位尊敬的嘉宾，各位朋友，各位艺术界的好朋友，欢迎大家光临。我本人呢仅代表这个展会同仁热烈欢迎大家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的光临。本来还有各方面的好朋友的好像民政处支持的廚房青年學藝比賽大會的代表和各個畫會的代表當然就有很多人送的花籃，還有收到呢兩岸四地包括在美國、馬來西亞、台灣各地的藝術界的賀電，在這裡就不一一宣讀，但是呢衷心感謝他們的支持和祝賀。春潮畫會呢和這個北京 YMCA 白雪美術研究會呢已經有多次
合作，我記得咧就今次係第四次啊。咁咧包括咗最早嘅時候2004年，即係11年前，我哋先後喺北京、香港兩地展出，成績非常之好。特別咧，當時係做一個叫做《江山多嬌：北京香港美術作品展》嘅。咁啊，跟住咧就我記得2013年，即係前年啊，首屆美麗中國夢就喺北京係全國社區書畫展邀請展，當時咧參展嘅人咧達到1000多人，咁我哋春潮畫會都係一個積極支持嘅。香港春潮畫會咧，當時派出係香港、澳門兩地嘅成員去參加展下。咁啊，舊年咧，北京 YMCA 白雪研究會會長咧就提出不如咧做一個第五屆聖經以愛為主題嘅展覽，就會先嚟香港展出，再遲啲就翻去北京展啦。書畫藝術咧係我哋中華民族恆久優秀嘅傳統嘅文化組成部分，亦都係自古以來藝術家抒發情懷嘅最佳嘅載體，大愛無疆。喺我哋嘅睇法，喺古人嘅睇法咧，愛咧係冇疆界嘅，冇限制嘅。最緊要咧，諸惡莫作，忠善奉行，咁就係愛。所以咧，我哋個會亦都係積極支持今次兩會展出的作品咧，共成咧100多位，咁啊包羅咗有大家睇到咧，有山水、有花卉、有雀鳥、魚蟲、畜獸、人物。咁啊咧，就我哋咧就冇限制嘅，冇一個規定我要寫啲乜嘢。各個作者、各個畫家、書畫家自己自由發揮，係嘛？咁啊，舉例嚟講咧，好似北京嘅藝術朋友咧，個書畫朋友寫好多耶穌基督嘅聖像。咁啊，我哋香港嘅畫家咧，又寫咗，例如有啲兩隻烏蠅啊，咁啊叫舔足情。又有啲麋鹿啊，有啲熊貓啊，有啲仙鶴等等，兔仔啊咁。咁啊，呢個咧就各自發揮包括咧，我哋有兩個成員咧，係馬來西亞個曹清輝咧，寫個感恩，寫個感恩。又有一個咧，台灣嘅成員咧，寫個愛文化。因為呢位作者咧，亦都係馬來西亞嘅人。馬來西亞咧就係多民族嘅國家，多不同嘅民族咧喺和平統一、互相支援嘅情況之下，你呢個屬於外外嗰部分。咁啊，願意同大家分享。咁啊，呢個大家用不同嘅角度嚟咧描寫愛嘅表現，咁啊，希望大家俾啲意見啊。咁啊，喺呢度咧就熱烈即係代表兩會熱烈歡迎大家嘅光臨咁啊，多謝大家。多謝李老師，多謝黎明主席。
而家恭请嘉宾讲话，有请中联办文艺处张慈副处长致辞。现在请中联办文艺处张慈副处长致辞。由于时间关系咧，张处长咧就好。现在有请沙田文化博物馆黄秀兰总馆长致辞。下面请沙田文化博物馆黄秀兰总馆长致辞。各位尊敬的主礼嘉宾，各位艺术界的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出席香港春瓷画会和北京 YMCA 白雪美术研究会这一次的联展开幕典礼。其实呢，香港春瓷画会呢就在1996年的时候呢就由画坛的名家阿黎明老师呢就成立的。转眼呢到现在呢又差不多成20年了。其实他们的成员呢就也都是遍布了香港啊、澳门啊，也都去到广州啦、内地不同的地方，甚至乎海外都有的。其实他们都是一班呢，即是对这个艺术呢是很有这个热情的一班的画家来的。咁佢哋亦都係秉承咗咧嶺南派我哋高劍父宗師佢嗰個嘅藝術宗旨，咁樣咧就亦都係努力咁去做好多嘅創作啦，以畫會友啦，嚟到去咧將呢個嶺南畫嘅藝術精神咧係宣揚開去嘅。咁其實多年以嚟咧，黎明會長咧咁亦都係帶領咗佢哋嘅弟子咧係去到即係世界各地咧嚟到做呢一個展出。咁就通過呢一啲嘅展出啦，亦都係即係可以講咧喺文化做咗好多即係嗰個積極嘅貢獻嘅。咁亦都對咧即係將呢個嶺南畫派藝術咧推廣到世界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咁據我所知咧，其實亦都佢哋曾經咧就多次咧翻到去國內咧就做訪問啊、做展覽咁樣樣嘅。咁而至於白雪美術研究會咧，就係屬於呢一個北京嘅基督教青年會其中嘅一個文藝嘅社團。咁佢哋其實都可以追溯到咧成1939年咁耐㗎啦，可以講咧就係北京市咧資歷悠久嘅一個美術嘅社團。咁今次呢個香港春瓷畫會啦，同埋呢個白雪嘅美術研究會。今次嚟到去以聖經愛做一個嘅聯展咧，咁就可以講咧，即係一件美事嚟嘅。點解？因為咧，今日大家睇到啦，亦都係結合咗咧超過成100位嚟自咧南北兩地嘅一啲畫人咧，就喺呢一個場地裏邊咧，大家咧就係以畫會友啦，亦都同香港觀眾見面。咁而我哋一向都知啦，嶺南派嗰個作畫嘅內容咧，主要都係以山水、花鳥同埋動物為主嘅。咁當中裏面咧，亦都係詩情畫賦、丹青妙筆，咁可以講咧，即係自成有一個獨特嘅境界。而白雪美術研究會咧，佢哋亦都係對呢個世界同埋大自然嘅愛咧，亦都係做出一個宣揚嘅。咁佢哋嘅作品亦都喺度睇到咧，亦都係唔單止係有畫，亦都有其他形式嘅作品。咁當中咧，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咧裏邊嘅呢個愛啦，同埋呢個平安。咁今次呢個聯展可以講咧，即係真係都係別具特色。咁除咗可以帶俾香港觀眾一個機會咧，去欣賞兩地有關嘅畫家同埋藝術家嘅作品之外咧，咁我哋相信亦都對於咧兩地嗰個藝術交流同埋創作咧係有一個好積極嘅鼓勵作用嘅。咁我亦都期望咧，即係兩會能夠咧繼續喺呢個藝術上高繼續探索啦，嚟到去即係互相觀摩啦，就百花齊放咁樣，咁就帶俾咧大家更加多嘅一啲嘅優秀嘅作品。咁最後我喺度咧就係祝願今次嘅展覽圓滿成功，多謝。多謝黃秀蘭總館長。現在有請香港大公報。先請香港藝術館原總館長鄧海超先生致辭。現在請香港藝術館原總館長鄧海超先生致辭。會長、各位主禮嘉賓、各位藝術家嘅朋友，咁啊當然非常榮幸可以參加今次我聖經呢個有咁特別主題嘅。由春潮畫會同埋北京白雪美術研究會合辦嘅一個展覽。咁如果依一兩年之內，我哋環顧呢個世界上邊嘅藝術市場、國際嘅市場，見到嘅香港唔係中國
獨特藝術的水墨畫其實是不斷是備受國際注目的，價格亦都不斷飛升。藝術當然我們不是用金錢去衡量它的價值，但是這個亦都是一個指標。如果我們看一百年前，其實為什麼是水墨藝術可以有新的發展呢？其實是在當時中國政局的情況之下，很多藝壇的朋友、藝壇的大師都不甘於固守傳統，他們認為藝術一定要有新的面目才是可以繼續延展下去的。因此有很多藝術家去外國去留學、法國，亦都有藝術家去日本，亦都有本中國的藝術家不斷是尋求一個新的路向。其中一個最關鍵的畫派就是嶺南畫派。嶺南畫派就是高見溥、高見峰、陳樹人三位是倡導一個畫派，他們積極從事革命，但是革命之餘他們亦都是在畫藝術方面投入他們的很大的心血和心機。他們是高見溥先生的班門弟子。嶺南派這種精神在第二代、第三代不斷傳承下去，就好像今天我們見到春城畫會的各位會友，他們在這麼多年來都做出了很多貢獻，希望是達到自己新的面目。咁今次呢個展覽咧，係同北京白雪美術研究會係合作多次嘅展覽。咁呢個咧，其實喺近年以來，我哋見到香港同埋內地嘅各種唔同嘅藝術團體、唔同嘅博物館都有一個好緊密嘅合作關係，係彼此溝通、彼此交流，係逐漸提升呢個藝術上邊嘅地位嘅。咁呢個係好值得係好難能可貴嘅。咁今次個展覽主題係非常之特別啦，愛聖經。咁我哋又見到好多入面的題材，好像是今個入面的引言，或者是一些聖像，或者是利用一些傳統的畫科而去表現一種兼點情深、灑足情深的情懷，亦都是很特別的一個手法。我想最特別的就是在現在這個這麼混亂的世界之中，大家經常都見到很多事情困擾著我們的心境，亦都見到很多恐怖主義啊，不斷在世界上面掃出不同的事情出嚟。咁我諗天地有情，自然山川嘅萬物依存，係表現出一種和平同埋愛嘅信息。呢個係我哋最值得去關注、最值得去表揚嘅。咁今次嘅展覽咧，係希望呢方面係做到一點嘅。咁就今次咧，緊向春潮花會同埋亦都係向北京發出美術研究會咧，係致以衷心嘅感謝，亦都係希望今次嘅展覽成功。多謝各位，多謝林海超先生。我哋有請香港大公報副社長李大宏副社長，請講幾句，同我哋講幾句鼓勵説話。鼓勵下我哋啊嘛。係啊。現在請香港大公報副社長李大宏副社長請講話。熱烈的祝賀，展覽圓滿成功。希望各位啊能够在这里陶冶身心性情，走出去人人都能变成天使。谢谢大家。现在有的介绍一位朋友呢，就是转型知识转移及顾问有限公司总裁的代表林佩云小姐，请各位林小姐起身给各位认识一下。现在有请澳门收藏家协会吴利芬会长致辞。下面请澳门收藏家协会吴利勋会长致辞。刚才很多嘉宾都说过了，在这里我就祝贺香港的春潮畫會和那個 YMCA 白雪那個美術研究會在今次展出成功，祝賀大家努力為藝術而繼續努力。多謝，多謝吳利芬會長。現在有請北京 YMCA 白雪美術研究會羅敏會長致謝詞。下面有請北京 YMCA 白雪美術研究會羅敏會長致辭。那个今天到香港来做这个圣经爱的这个展览，感到这个非常荣幸啊。就是首先呢，这个我代表北京 YMCA， 也代表北京 YMCA 白雪美术研究会，
向今天出席的各位领导来宾表示感谢，也向今天到场的各位的朋友表示感谢。这次这个展览呢，就是它叫圣经案，实际上是这个以圣经案为主题的一个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主要是给艺术家们呢，就是用中国的传统的书画艺术这种技巧，来这个抒发自己对爱的一种的诠释。这个展览呢是已经做了五年，第一届呢在北京做完了以后呢，咱们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和北京市这个宗教局都非常关注，在这个咱们那个国宗局的机关报《中国民族报》呢，有一个长篇的一个报道，也得到了这个社会各界吧都非常关注。这次咱们带来的作品呢，其中有90岁高龄的这个著名国内在大陆著名的那个漫画家李冰生先生的一条字和一幅画，还有咱们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吕浩才先生的这个两条字，都是来阐述诠释这个爱的这么一个含义的作品。所以我也非常感谢黎明先生呢，给了北京 YMCA 白雪美术研究会的一次又一次赴港的一次展览的机会。这个展览呢在一年前进行筹划，10个月前得到了咱们康乐文化署的这个批准，场地的批准。所以刚才跟张弛处长呢也做了一下交流，这个展览确实用了大家很多的心血，包括艺术家在这个一年当中也做了比较这个完善的这种尽善尽美的这种创作，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这个陶冶性情的这么一个机会吧。好，我也预祝一下这次这个春潮画会和北京 YMCA 白雪美术研究会的联展的成功，谢谢大家。多谢罗会长，多谢罗会长。现在请前排的嘉宾移步台前剪彩。现在请前排嘉宾上前剪彩。现在有请林海南小朋友献展。现在欢迎林海南小朋友献展。谢谢。多谢你啊，小朋友。多谢林海南小朋友。现在剪彩开始，请各位嘉宾准备剪彩，请摄影师准备。现在准备剪彩。1、2、3，剪。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嘉宾，请就坐。请就坐，各位，系，请收翻，稳人收翻。哦，写字，哎呦，字啊。王秀兰总会。好，望住。你们也有一些吗？对啊，对啊，对啊。来，李先生哈。请张处长，请留步。张处长，请留步，系。北京方面都有一啲纪念品送俾你，系。先拍一个照先。
Thank you.
好，多謝楊小姐。現在有請澳門收藏家協會吳麗芬會長接受紀念品。會長，多謝。现在请澳门收藏家协会吴立勋会长。我要面临起。欢迎吴昌。哇，多谢多谢了，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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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丰合唱。好，好啊，多谢多谢。你会长啊，收藏家协会。北京有好多收藏家。好好好，感谢。又係佢家鄉咧做好多善事，包括將呢、這個啊馬祖啊馬祖嘅龍廟啊要。下面请，您稍等，下面请北京 YMCA 白雪美术研究会王世杰老师赠予您礼品。哇，谢谢谢谢。哇。哇，这个厉害。让大家看一眼。宝贝，谢谢。YMCA 白雪美術研究會和香港春潮畫會互贈禮品的時間，請各位準備。下面是北京 YMCA 白雪美術研究會和香港春潮畫會互贈禮品，先請大家準備。這張我代表春潮畫會送給白雪美術研究會，大爱无疆，大爱无疆，厚德载物，大爱无疆，大爱是无限制的，无规限的。有得，有得再买，有得再买。谢谢黄会长。我举的啊。谢谢李会长。咁多位，嗱我啊，唔該，準備，蕭紅啊 ，OK， 好，嚟多個啊 ，One two， 鏡頭，唔該，咁多位，鏡頭唔該，準備我先 ，One two three，OK，、okay. 好，各位禮成啦，請各位嘉賓如欲步參觀展覽，好。